挺好的，挺不错的。我是觉得，因为海草那首歌的舞蹈挺中毒的嘛，也可以加一些比较中毒的或者流行的舞步进去。不知道你们知道，这个，这是啥？这是最近就是国外玩的一些舞蹈，我觉得可以加入到海草舞里面。像一颗海草。随风飘扬，就有一点特点或那种中毒的感觉，你觉得呢？觉得挺好的。虽然我嘴上说好，但是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别扭，就坐着有点丑。感觉你们不喜欢的样子。我喜欢。真的吗？这是一个绝招啊！老师，要不你站中间，我们五个一起来一遍。好，可以了。挺好的，就是那些转折点在做。